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川云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把我赛季初排位上分的配件，第一把绝浪 T1 守门员，第二把 T1AK17，第三把小香蕉，第四把141还是可以用的，第五把加点霍尔格，第六把 Q33，第七把 M13，第八把262新版本修复了他的伤害，第九把208冲锋狙必备，最后一把卢卡斯。